是。刚好変身。サイクロンジョーカー。おい、エイジ。変身。3、2、1。変身。変身。変身。Drive Type Speed。開眼 Mighty Action X 変身 Dash and Go 変身変身ライドタイムアンボックス我是刀鋒Shaw、哎、各位這個呢CV 終於都完結了一連三日的嘛都、啊、非常之辛苦很累但是呢累得來都開心的因為除了做事之外呢這三日呢都、很多朋友觀眾兄弟來找我都、啊、聊天啊拍照啊各樣各樣東西都幾喜出望外因為已經有人問我 你究竟是什麼人因為同事很多不知道我是什麼人就說你是什麼人來的為什麼還多人拍過 Beauty Tour 的樣、啊、都挺開心的因為呢阿都即係好多時間都可能喺度做緊嘢，咁我日我就做司儀啊，咁可能有啲兄弟見到阿刀咁又即係留意唔到大家，或者可能同、大家傾唔到偈，想講聲唔好意思，因為始終做緊嘢。咁同埋有啲兄弟就話唔好意思走過嚟揾阿刀，覺得阿刀好似好惡咁樣，咁但係唔使要驚嘅，阿刀普通人一個嘅啫，冇嘢嘅。咁啊，下次咧如果有啲咩需要，直接過嚟嗌阿刀得㗎啦。咁啊，影相又得，傾偈都得，乜都得，冇所謂，好隨和嘅啫。好，咁啊，入翻正題先，今集究竟係講啲乜咧？咁其實咧，大家咧去 CV 除咗睇阿刀之外咧，咁好多嘢睇嘅，都其實好小事嘅啫。然之後大家有冇去到 Bandai 嗰、那個？攤位咧，其實佢就擺咗嗰個 CSM 嗰個繩劍啦，嗰、那個腰帶啦，咁啊都其實都有同大家報道嘅。咁同時咧，其實佢攤位其實都宣傳緊一樣好緊要嘅嘢，就係、是、一個名為咧《無面超人20周年作》嘅一個紀念嘅展覽啊。咁咧就依個。變身絕不退色為主題嘅，咁啊一講呢個主題，大家都知係咩事啦。就係、是、之前新宿車站啦，之後台北車站其實都搞過嘅，咁啊一個好靚嘅碳色之牆啦，放曬啲歷代即係平成拉打腰帶咁放曬喺度嘅。咁今次有福啦，各位。佢將成些嘢完完全全原汁原味咁搬翻嚟香港嘅，咁啊會喺邊度咧？就將會喺一個尖沙咀海運大廈嘅 LCX 裏邊嘅。
咁呢個展覽咧，將會喺個三月一號咧就開始嘅。咁但係咧，接住落嚟三月二號咧，即係星期六嘅時間咧，哇，犀利啊！因為咧嗰日咧都咧將會率先咧咁啊，同大家喺現場行過圈啦。咁但係預先講咗，睇下有咩玩啊，有咩過癮嘢先。除咗我自己之外咧，亦都同埋呢個著名嘅主持兼呢個模特兒李曼瑩小姐咧，咁嗰日咧都會同大家咧喺現場玩遊戲啊，咁同埋都會周圍巡下。咁啊，睇下咧現場緊有啲咩特別嘢。咁但係究竟我哋嗰日會同大家玩啲乜嘢咧？咁而家當然唔透露住啦。如果有興趣嘅話咧，三月二號大家到時嚟到現場咧，就會知道啦。點解阿都突然間咁辛苦、咁黐線，要做咁多變身動作俾大家睇咧？咁其實話説係咧，三月九號咧有一個重頭節目、重頭戲，好好玩嘅，就係咧考大家咧呢個變身動作啊。咁啊，所以咧都咧就率先咧就啊同大家温故知新，俾大家重温下咧當年嘅片段同埋咧啲動作。咁咧，话说咧，阿刀咧就系当日游戏嘅评判之一，耶！咁所以咧就做一个示范俾大家睇到啦。咁同埋咧有一件事提醒大家。就係除咗個動作要靚之外咧，你嘅造型都好緊要嘅，因為咧其實咧以往啲官方活動咧都好少，即係俾大家，即係唔係話要求淨係唔俾大家即係著啲衫啊嗰啲扮扮鬼扮馬嚟嘅，但係今次我同你講。正正雞話你知啊，咁如果你嘅造型靚咧，咁我係會加分嘅。咁啊，即係造型靚意思，即係當然係似翻套戲裏面嘅角色啦。咁所以咧，其實大家嗰日咧可以啊扮你中意嘅角色嚟，甚至乎你中意嘅 call 曬啲親戚朋友嚟啊，扮曬龍騎十三個啊，扮曬所有啲醫生啊、護士啊，總之乜鬼嘢你扮曬嚟都冇問題嘅，因為咧參加呢個遊戲嘅人數係不限嘅，咁所以咧你可以叫啲朋友一齊嚟，咁成班人出咧，咦？气势咁劲，可能有加分噶嗱，我唔知啊，因为我系评判啊，我唔知道啊，咁啊，所以大家踊跃支持啦。咁同埋仲有一样嘢，我哋爆箱兄弟咧将系官方报名渠道其中一个。咁所以咧，如果大家想参加当日嘅活动咧，嗱，当然活动系有奖品噶啦吓。咁啊，如果想参加当日活动嘅话咧，可以。私信我哋爆箱兄弟嘅，咁啊话俾我哋听究竟咧大约有几多人参加啦？啊，如果你话埋俾我听，你会做啲咩造型啊，更加正添。咁啊，大约俾我哋欣下几多人数啊，或者你会做啲乜嘢啊？因为方便我哋咧向翻有关嘅方面咧就报名咁样嘅。好啦，咁啊讲咗咁耐啦，究竟玩啲乜好似仲未讲？咁其实咧当日咧呢、這个重头嘅游戏咧，咁啊当然嗰日系同腰带同埋变身有关噶啦。咁呢个游戏咧就系咧考大家喺个两分半钟之内咧可以做到几多少个蒙面超人嘅 pose。咁啱啱我就示范过啦。咁由 Kuga 啦，直去到今年至 All 咧，呢二十套里面嘅作品嘅变身动作咧都可以做嘅。咁但系咧，除咗你变身动作靓之外咧，你唔好整个十字死光俾我大佬。咁我话你 OK 先。都 OK 嘅，咁喺呢两分半钟里面咧，除咗你快、狠、准之外，仲要过阿刀嗰关，我话你 pass 先得嘅。咁所以大家咧，若果对自己嘅变身动作有信心啊，哇，熟读所有蒙面超人嘅嘢咧，不妨嚟挑战阿刀，我等你。咁啊，希望大家千祈唔好错过一个咁难得嘅官方嘅活动机会啦！佢俾全世界嘅朋友睇，我哋究竟咧香港人究竟有几中意蒙面超人，对蒙面超人有几咁熟悉，有几咁爱，咁啊，即管嚟放马过嚟啦！记住，变身绝不会退色。